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法拉盛阳光普照，虽然天气很冷，会有阳光，心情是很温暖的。OK， 因为前天我去布鲁克林，把我的直播的小神器停在布鲁克林了，结果昨天直播没办法，没东西用，现在又要买一个。很早，今天礼拜天，礼拜天其实法兰士街上的人是最少的，为什么？因为银行没开。看看新世界这个礼拜有什么特价。元旦这个也是很认真工作，我还没开门呢。Hello， 他们几点开门的？这个？不知道。你要找什么东西？就是做直播的，他在他们街有。哦。他们正常几点开呀？他有时候早，有时候晚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你看，快来了哈。
对，那还没开，因为目前只有它这里有。平常零零星星的有，不过有时候他们没出来。这里是肯定有。哎，这里有，看看这里。你好，有没有一个只是摆在台面上的这个？摆在台面上，不用镜子，只是摆在台面上。啊？怎么用法？我就用一个这样子。你这个拍什么？直播，要高一点的，这样子高的，我要高就是摆，那没有啊。你就可以这样子吗？用我就直播横置，这样子就是这样子高一点的。专门来买这个，结果没买到，因为再出来了，因为我中午一点半还要做直播。哎，这里。开了，看着他们开。哎，请问你们现在开了哈？我想买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小棍子这样子那个。不是自拍棍子，放在台面上那种直播棍子。对。11点钟。11点啊？现在还没开啊？老板进来。哦。几点了？啊，东西能不能？因为我不想出来了，再要出来啊。门没开，你要等他钥匙。这样子。嗯。OK， 好的。OK， 那11点来啊。嗯。因为出来一趟都有时候不想出来了，就是没办法，要一路再要来。还是咸鸭蛋这个够努力。出来买。
好的，各位朋友，这一节就现在结束了，一会儿再出来。